刘大，这个圈是前两天那个狗狗车救六千的圈，是人救六千的孩子圈，他家又有五个狗要杀，那包括人猫。他家鸡也是吗？哈哈，都有伤啊！刚下完雨，嗯。这个金毛是怎么救的，刘大姐？你知道那个吗？那狗说就杀了一个狗吗？他家啊，金毛啊，就这个孩子。对呀、啊，那老金毛呢？都老了，给送狗车了。嗯，吃不吃饭？他吃，那个有点不咋吃，不咋爱吃那个。人家就杀一个了，是不是啊？跟他一样，他体重太大了呗。给他买点好吃的啊，给他劈点肠子得了。他年龄真不小了。嗯。金毛是来老啊，那个也是，那个还有。金毛没懂事儿啊，他们都杀他干啥呀？谁打他损呢？他们为了吃肉，他们啥不干？他就往里头卖。我让我给劈点肠，你把他们都喂喂吧。嗯啊，来给我拿鸡吃去，走啊。大胖毛金毛，上一只呢，大姐。那是上次救的，后救的啊。过来来，下雨啊，太吵。你下雨这块儿。妈妈，多大岁数了？十多岁了，是大男孩，老爷爷了，妈妈。哎，这也是那时候狗狗主人卖狗狗车呢，是不是？也是老毛毛，这么大岁数，你说陪伴一生了他，用一生陪伴。哦。到老了，主人卖狗狗车，只能在救助站生活。嗯，救助站生活吧。啊。嗯。有。金毛是最通人性的。金毛是最通人性的。特别黏，特别找人。你说为啥刘大姐陪伴一辈子都卖狗肉车的？谁知道呢？这主人多饿了，多饿了。老家。回来。干啥呢？干嘛吗？